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阿婶沈海欣啊。今日咧，我就会做 HIFU body 疗程。呢、這个 treatment 主要系针对顽固脂肪、松弛皮肤、橙皮纹同埋妊娠纹等等。其实 HIFU 除咗可以做面之外，都可以做身噶。呢部 Double S HIFU 机换咗个 L 4治疗头之后，就可以做埋 body 减肥噶啦。而家嘅 HIFU 技术已经进化咗，可以将高能量嘅超声波聚焦喺皮下13mm 嘅脂肪层，打散深层嘅顽固脂肪，效果同抽脂差唔多。做3至4次已经做到想要嘅效果啦。而 HIFU 系无创及非入侵性嘅疗程，安全性高又唔影响日常生活，所以我都好放心做呢个疗程。虽然打到落13mm 咁深层，但系唔系想象中咁痛，只系皮肤嘅底层热热地啫。跟住就做我最想改善嘅妊娠纹啦。治疗师会转 M 7嘅治疗头，将能量打入胶原层，刺激骨胶原增生，从而做到弹纹嘅效果。HIFU body 除咗可以做腹部之外，仲可以收拜拜肉、大腿以及臀部嘅赘肉等等。个疗程做咗1个钟头左右，做完 treatment。记住饮翻多啲水啦。